要啊立法會主席指我哋點發明人數喎？我話佢都發花癲嘅，法定人數係基本法嚟嘅，你係咪要剪基本法啊？蔣麗雲，會議廳唔夠35個議員就唔應該繼續開會。記者問。問邊你係會瘋狂點算法定人數啊？我話對唔住，個控制權唔喺我度。保皇黨有40多日，如果呢40多日都係坐定定喺度，我係冇得點嘅，係咪啊？我哋少數派得嗰26個議員係唔可以導致流會嘅。如果你班保皇黨坐定定喺度，係咪啊？上個禮拜流會，民建聯係有5個人喺度，經民聯又有5個人喺度，自由黨又有4個人喺度，呢、這個新民黨2個人，不過全個黨都唔喺度。葉劉加田北辰，我話其實民進黨佢唔想過嘅，會唔會係你哋啊？係咪啊？嗱，而家咧。聽日會繼續開會，聽朝9點復會，開到聽晚嘅8點，跟住星期五朝有9點復會，開到下午1點。如果都未處理到咧，就要出年啦，啊明年請早。嗱，我係想講少少策略，都有少少策略嘅，但係唔係我一個人講，拉布戰從來咧。都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到嘅，係要合作，同埋大家要有一個抗爭嘅決心。我面對大家同大家講，大家過去79日嘅佔領街道，付出咁大嘅代價，又拉又流血係咪？我哋呢班民主派嘅議員佔領議會、癱瘓議會、阻擋我來人生條，係咪天公地道？如果支持個雨傘運動、支持個佔領運動嘅民主派議員，今次唔肯竭盡所能，淨係話最後投反對票，呢個係假反對。大家今日呢個識睇係咪？真反對嘅唔係最後嗰票反對票，而係不斷發言、不斷點人數。而有人點人數嘅時候，最好就係主動行出會議室，係咪？嗱，聽日唔好講咁遠啦，因為咧有大搞啊！如果留多一次會，即出年留多一次會，農曆年之前只得4個會期，有一個咧就係梁振英嘅施政報告，咁又開唔到會㗎啦。即係話仲有，我肯定咧呢2日就拖到㗎啦。老實講，星期四、星期五咪拖到，拖唔到我接福㗎，真係我哋自己要。係啊，咁咧就關鍵係喺入院，一月4個會期，有1個去咗施政報告，即是話剩翻3個會期。佢都過唔到，佢係非常之頭痕，因為有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，到期時一定要跪低。所以關鍵戰場係入院。當然，如果聽日可以留到會咧，我哋就真係又可以即係唞下啦，唔使咁早咧同佢搏命。嗱，聽朝9點係一個高危嘅留會期，因為嗰啲保皇黨咧係冇咁準時翻工嘅，所以。我聽日一定會第一個翻到嚟，我懇請所有民主派嘅議員，聽日唔好幫手湊人數，應該喺議會門口外面企喺度，睇住如果保皇黨唔夠人，咪由佢留會啦，係咪啊？留咗會，大家就可以再有更多嘅時間去動員群眾，我哋議員亦都有更多時間準備，可以不斷咁發言，所以。有2個要求，我希望你哋，如果你哋識啲民主派議員，識啲民主派政黨，今晚翻去喺 Facebook 好 ，send email 好。最後就係聽日唔好幫手湊人數，最好企喺議會外面唔好入去。如果唔夠人，就由佢留會。聽朝第一個會係陳鑑林發言，因為佢係呢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。發言完之後咧，民主派會搶撳鐘第一個發言。
當第一個發言的議員，何秀蘭議員說他會做這個，我陳偉議員都說會做，我覺得沒所謂的，誰按到先誰做，大家目標一致的，沒分黨派。第一個發言的議員可以提中止待續，首先中止了這個保留人身條的議讀先。進入這個程序呢，每個議員可以發言15分鐘，老老實實加上點人數呢，一個鐘頭講到兩岸而已。所以我希望26位民主派的議員都要發言，明日好嗎？希望大家回去溫馨提示我，給隔壁房的25不用聲給我，我一定會了send 短信、send email、send Facebook 去給他們，叫他們明日不用幫手數人數，同埋要踴躍發言支持這個中止待續。這個中止待續議案有沒有機會過呢？最後我講多一個 point， 不浪費大家時間，自由黨是會支持的，中止待續會支持，但是呢，因為議員提出的議案呢，這個立法會很奇怪的，即是不是35票過半就可以通過的，它是政府提出的那些35票可以通過，所以梁振英覺得它實過到的，他說我講不多了，盡早發言盡早投票，但是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呢，要分組點票的，分組點票呢，直選就一定過到，但是功能組別呢，我們還未夠票，現在最關鍵的那個呢，叫做工聯會。工聯會黃國健這幾天呢，還說到的話，我都不想去過的，我都覺得應該政府這個收回他再諮詢的，但是他又說我又不想阻住他，工聯會就是這樣的。我就跟他說，你聽聽一下就離場投票，你們會覺得很興奮的，不想表態怕表態，又不想咩咩，又不想給市民藍，他們離場不投票咯。因為他們離場投票呢，我們工聯會那邊就少了3票，我們就有機會可以這個議功能組別過半來終止這個議案，雖然終止了呢，他一票都會再拿回來的，但我們是寸土必爭，